从三个月前说起，语文79，英语40，理科综合195，总分399，399，399，对一个差一分没过三本线的人来说，只好被家人逼着来复读。 吊车尾的我在新学校换成了焦点，有了很多个人生的第一次，比如第一次被当众批斗，第一次知道打饭是要靠抢的，第一次知道吃饭要靠站的。教官速度，窗外赶紧回去看书。当然，这些还都不是最绝的，我甚至第一次知道了风油精是可以喝的。 学霸们的世界果然是奇妙啊！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一本简单的花名册，这简直是一部制霸湘江中学的学渣纪传体编年史。我们学校这是第一次招复读班，都归到高四一班。这位之后对我特别关注的老师就是雷主任。你再这么胡闹下去，学校都变成戏班了。 下面有请他来进行简短的学渣汇报工作。顾上之前因为打架被退学的，来我们这儿就是混毕业证的。这个楚艳芬呢是艺考生，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儿。李二宝今年是第5年了，学校的很多事儿他门儿清。这个汤甜甜除了学习不行。 吃喝玩乐样样在行，小卖部都快被他承包了。还有这个方学，399分，差中之差，从开学到现在就没少惹事儿。校长可能想证明我们学校有改造学生的能力，所以这个你得特别关注。开学以来啊，没有老师愿意带这个复读班，所以得麻烦你带理一下班主任。 雷主任，我这也没有带复读生的经验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他们只要有点耐心就行。我知道了，主任。你们啊，你们配合湘江中学的学生吗？你们对得起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吗？行，说多了呀，你们还不爱听，都把这套通道拿出来。方学，连一次又没带啊。 站上站上，不带枪能行吗？赶紧回去拿。态度可能是一个学渣最后的尊严。